可以吗？跟他一起跳一段舞。我忘记，就跳。一起跳个舞，唱个合跳舞，一起跳个舞，可以啊。他有点听不懂。他们说尖叫声，他一边选一个是吧？我们这边选一个吧，好不好？我替你选。那选吴宣仪吧。哎。那好的，确定了，不能再改了。确定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送你这个福利。那同时我们要感谢一下两位，谢谢。我们可以到舞台下面，在正方来看他们的 battle， 好不好？看他们的演出来，谢谢，谢谢两位。希望你们继续来支持你们的小姐姐。哦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山鸡大哥跟你的女人们，不，只有女人跟你的小公主吧，你们两个人一起来到舞台中间。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曲风的一个要求？我们给音响老师一个大概的方向，让他们找一下歌。就放熟悉一点的吧。可以。熟悉一点的，稍微动感的。对。动感一点。就是我们舞曲。舞曲一点，好。音响老师，麻烦给我们来舞曲一点的 Doki 大 party， 只要你想要的，我们都给你。It's show time。 创始人们，你们还满意吗？